往返水源村、华联市还有吉安乡的水源大桥，由于桥墩和路面有落差，机车还有轿车行驶的时候相当危险，常常有意外情事发生。而秀林乡民代表邱慧英除了向秀林乡公所反映之外，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重视行驶人行的安全问题。水源大桥可以说是水源村民往返花莲市和吉安乡重要的道路，也是炎炎夏日游客必经之路。秀林乡民代表邱慧英表示，水源大桥 A 桥和 B 桥的桥墩和路面落差相当的大，尤其村民骑机车、摩托车和行驶在桥上的路人，常常有意外的情事发生。秀林乡民代表邱慧英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加以重视。那因为我们怕影响到村民行车的安全。因为桥墩的高度的太低，所以我也提案到两 A、B 桥的桥墩的高度可以提高，希望说桥面的整个设施可以配合我们太鲁阁一些风貌，让我们一些不同于族群的游客进到我们水源部落，让他们去看到我们太鲁阁的一些原始风貌。秀林乡民邱慧英表示，炎炎夏日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天，花莲的县民和游客就会涌入水源村来这边玩水，而行驶在水源大桥上的驾驶人不知道桥墩路面有落差。邱慧英表示，除了向秀林乡公所反映之外，也请相关单位能够重视行人安全。记者邱慧英报道。